时光从来不会等谁成长，当滔天的黑暗太猖狂的乱象，那就迎面而上。多少安宁是因为谁在背后的奉献，当青涩的脸庞却成熟的担当，嘉哥，土狼呢？哎呀，内部啊出了点小状况，这个狼哥来不了了，所以呢就派我来了。我跟土狼交易，他不来你来，怎么着啊？你脸比他大呀？哎，祥哥，地界的事儿啊，您跟狼哥再商量。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是看看狼哥上次提到的新货源呢，验货这种事儿。我在行，咱们分头行动。是，走，我走。这是滨海市局张浩同志受伤的监控录像，我们专案组调取了两起监控录像，绘制了素描，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同一人所为。他叫刘猛，除涉嫌两起袭警案之外，我们并没有掌握其他信息。不许动！不动！坐着，别杀警察。根据前期的摸排调查，这是我们目前掌握的巴东省特大贩毒涉黑组织明面上的团伙头目，绰号刀疤，本名刘志。值得大家注意的是，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此人的贩毒证据。纯生生物制药董事长周正曾出现在毒品交易现场，我们怀疑他就是这个团伙的幕后头目。由于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证据能将他牵涉其中，所以无法对其申请技术侦查手段。老板，今天晚上的交易很重要，老板会亲自到场，你去安排一下。对了，最近警方盯你盯得比较紧，备货的时候带着你的两个手下跟你一起去。好，手下的刘猛和李翔都是信得过的人，
尤其是刘猛，人狠话少，带着他们我也放心。我要见见这个人。这两个人是刘志的左膀右臂，这个刘猛刚刚大家也了解了一下，但是他李翔是我们的突破口，我们通过线索找到了他，并且获批对其进行技术侦查，包括行踪监控和通信监控。李翔见过联系过的任何人我们都要摸底来查，借此摸清整个团伙的情况，等到这个真正的幕后出手，咱们再一举收网。目标坠楼，各小组尽快赶到现场。那边有人跳楼了，哎呀，我去看看。哎呦，怎么这么……哎呦天啊，什么事儿？哎呦，大事快了！哎呦，哎，接过一下，什么情况？况且是个家人。猛哥，您来了。刀哥和老板在里面谈事儿。明天你就把货备好，晚上交易的时候我也会到场，这次千万不能出差错。明白。队长，你们是不是第一天出任务，住处监控都能把人给盯跑了？我任务是怎么下达的？和李翔有关系的人都盯紧了。队长，我一不留神把人放跑了，我的错，责任我负，对不起。现场还在勘查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吧。他就是我说的刘猛。老板好。老板吩咐你明天下午跟我去备货，晚上的交易很重要。是，老哥。明白。顾俊，有什么情况吗？提取了一点痕迹，但我觉得有点过于干净了。不像是有人在这生活。怎么？要是有人在这生活，为什么这里一点生活垃圾都没有？而且，这房子有点太过空荡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放过。这个人是故意抹去自己的生活痕迹，随时提防着被发现。喂，马翔，你给我那个地址没错吧？没搬到别的地方吧？没错呀，工商登记地和营业地，就是我发给你那个，没有别的地址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事没事，先这样。
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，古俊非常熟悉，这让他想起了一个老朋友，一个失散已久的老朋友。难道是他又回来了？古俊虽然不敢确定，但心中的直觉让他相信，这个线索是可信的，值得由此追查下去的。用代号传递线索，这是他在警校学习时学习并掌握熟练的技巧。不出顾俊所料，这些看似毫无头绪的数字逐渐变成一条条明确的信息。赵哥，啊，我一个人，你说。老板让刀疤去提货，你今晚八点在老汽修厂等，有交易。哎，好好好，知道了。旁边停。喊您高价。发现刘志踪迹，刘志车辆车牌号为8C68479，现朝海宁高架路行驶，请指挥中心立即派出支援，在相应路口进行布控。到停车场去。由于时间过短，我无法定位到跟李强通话人的具体位置。手机登记的身份信息已经核实过了，属于和本案的无关人员，而且长期居住在外省，应该是拨打者购买了他人的手机号码。你认为这个消息可靠吗？接到消息之后，我们立刻查了本市所有的汽修厂，其中有两处证实和刘志有关。再结合李翔的活动范围做对比，我们基本确认应该是位于城东的一家，修建时间最早，而且基本废弃，符合交易场所的要求。发现目标，依次更换车辆，车牌号为8C23254。我们被跟踪了，改掉了。被警察盯上了，今晚交易取消吧。能甩掉吗？可以。交易继续，今晚八点九房之城。加速。滚、啊、动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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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八哥，没事，快走，我给你包一下。别折腾了，快走。等一下，马少。车撞树上了，人跑了。顾俊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行了，大家各忙各的吧。你们队长没说你吧？杨峰，帮我一个忙。听，流氓，这人吗？很有反侦查意识，任何角度的监控都没拍到他的正脸。下午那个被撞车辆，车内痕迹检验结果出来了吗？车内的血迹样本和留置的案件中留下的血型一致，还有技术科恢复了车载导航数据。这辆车最常去的就是美泰玩具厂，还有幸福小区，还有一个什么服装厂来着？哦。优创，那服装厂的情况呢？车里不是有布料吗？我倒是做了检查，那个服装厂确实用的是这种布料。驾驶座上也有少许的残留碎屑，应该是车主在撕扯的过程中留下来的。哎，之前李强去过的那个小区被甩掉监控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天星花园。天星花园不就在幸福小区旁边吗？所以你怀疑这个逃掉监控的人是刘猛，但他这么警觉，那为什么去玩具厂和服装厂，他车不停在别的地方呢？通过我们前期的努力，案情有了重大的突破。据可靠消息，今晚八点，在老汽修厂内将有一场毒品交易，而且周正很有可能会露面。各部门集中警力，提前部署，务必今晚一举捣毁这一贩毒涉黑团伙。顾俊，今晚的行动你就不要参加了。哎，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我刚刚跟李队申请了，让我们一起做后援力量。怎么，感觉你好像知道点啥，但又不肯说？喂，老顾。哎，马强。我让你查的怎么样了？啊，我查了他们公司内部，这个刘猛以前在真彩当业务员，后来去了美泰玩具厂。这个真彩是优创的原料供应商啊。哎，等等，奇怪了，这个刘猛已经离职了呀，那怎么还从真彩供货给这个优创呢？马强，你再帮我查一下附近有没有真彩的经销店。
欢迎光临，先生，请问您需要什么？随便看看。咱们外面挂着的布料跟箱子里都是一样的，您可以随便看看。好。这两箱子怎么不一样呢？啊，这个是我们用来展示布料颜色的样品箱。这个箱子里的产品对外销售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这种我们只配给真彩的品牌业务员。这个箱子里面的布料有排列上的顺序吗？我们是16种不同颜色的布料按照色卡上面的顺序排列的，这样我们找起来也方便。交警固定了现场证据，提取了送检材料之后直接把车拉到这儿，我们还没动过，看完之后你直接跟我说一声就行。好，谢谢兄弟啊。哎，没事，那你先忙啊。哎，好。古俊的直觉告诉自己，车内留下的痕迹都不是意外，是有人刻意安排的线索。可对方到底想干什么，想传达什么信息，一时间顾俊还没有能想明白。车内的血迹样本和留置的案件中留下的血型一致。没有用绷带包在伤口。用的是布料来包扎，为什么专挑第八块呢？是巧合还是刻意呢？今晚8点，开始执行收网行动，各部门注意，统一指挥，等待时机行动。A 队报告位置。A 队已到位 ，B 队已到位，狙击手已到位。好，等我命令。车里不是有布料吗？驾驶座上也有少许的残留碎屑，应该是车主在撕扯的过程中留下来的。有绷带，却用布料小样包在伤口。爸爸，没事，快走，我给你包一下吧。别折腾了，快走。等一下，马上好。据可靠消息，今晚8点，在老汽修厂内将有一场毒品交易。8点，这两个哪一个是你们厂地址？古山路是我们的厂址，宝山路是个废弃的沙钢厂。我们呢是打算在那儿修建新的厂房，所以才赶制了宝山路地址的盒子。结果后来那个方案被否决了，但是做的盒子留了下来。今晚8点，宝山路原沙钢厂，真正的交易地点在那儿。大哥，
几点了？八点了，八哥，这么久了，老板还没来。过来，给我绑起来。大哥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李翔勒我任务？啊？原来是老板怀疑你和李翔有人不干净，是吗？如果我不干净，那完蛋的就是你了。八哥，你不用相信我，你找人验验货就是了。如果只是想试我，老板没有必要用真货，除非这个陷阱是针对你的。八哥，是真的。你被警察盯上了，老板早就想甩了你。老板这个人做事儿会脏了自己的手吗？把他给我解决了，其他人给我走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悄悄走了，怕你有危险就跟过来了。别去，打电话救救援。你小心啊！我是杨芳，真采纺织厂就职，请求支援。只送给你读，那里面有你和我的幸福。落笔时刻感触，过往时光的投入，一幕一幕反复，温习着幸福，漫步着幸福的坦途，拥有你不再有贪图，你给我你的世界，我怎么忍心会让你输？放心，我不会有辜负，我愿意全心的守护，也许我更想要追逐。你给我你的世界，我不忍心，不能让你输，为了你我不会辜负，我愿意全心的守护，带你寻找世界最幸福的坦途，带你寻找世界最幸福的坦途。